叫 Double Kill。我今天遇到的 EZ 好像都有点猛。打一下，看到吗？哇，他带了这么多的水上路，但是圣人不太可能。然后办法压他多少血量？操，他六的呢。这中路这样子要爆炸啦。应该说他其实中路已经爆炸了。
下都是 MVP， 让我开始 pray， 你兄弟总是支持听我开始跪战，弟兄们不曾找错，还在等什么，你就是 hero， 还在想什么，你就是 hero， 还在看什么，你需要联盟，你会跟我说 I'm ready go， 时间到时间是够用，有点难打。他第二件出的是，不，他第一件大装就出心魔剑。红 buff 到谁身上？到悟空身上。哇，而且是李星的蓝 buff 加上他的红 buff， 加上我的红 buff。我没有办法 bait 让他 bait 悟空啊，因为很有可能我们两个会一起被卷死，而且只要李星在的话就不可能赢。刚刚那个刚其实我在下路 gank 的那一波胜，如果有看到他的大局下来，我们下路可能还可以打。赛主还是杀不掉，而且下路还是打输了，好烦啊！这李星也没做多少事啊，但是我们下路就是二打二的线上就直接爆炸，然后中路也是打输嘛，上路刚刚被 gank 了之后才输的。不过其实圣女本身要给那个狗头人太多压力，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好，还被勾到，水滴啊！他说这个一九二说水滴下路还可以打输，看能不能撑到中后期吧。他们的组合推兵慢，然后也没有什么人，没有什么太多人可以连塔。所以撑住的话应该是还可以守塔啦。落差不要太大，不要让他们一直逮捕的话还好一点。那讲完就被逮捕了。
真的假的？这个大绝，安全，他有三项了吗？我看，我以为他有三项。没办法、啊，他加一个闪现就可以跑了。交换好像也不亏啊，还好我这边还有再插一只粉眼，有看到他隐形，我才有办法交换闪现之后还杀到他。你在吃龙哦，应该是吃完了，来不及。他喝蓝金链的。他们都偏物理啊，虽然其实这些 CC 我会有点想，就是我会有点想要出，只要我收一些够啦，其实我就很想要把出那个魔方鞋。哦，超级多人！哎，干，他弹起来还被勾到，吓死我！哇，死了！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是不是两个治愈救了他一命啊？感觉好像不止一个治愈。